久没有这么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即将到达营区，是到达营区哦，不是出发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营区呢，是我大概来了 N 次，这应该是快创下有史以来我来特定营区最多次的。这个是苗栗斯坦的，听见哦，你的回忆啊、哦，一段时间过后呢，就要来这边听见人家的回忆，听见自己的回忆，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。等等呢，营区的那个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朋友一定会很讶异，天哪，那个风小编怎么这么早来？不过今天天气还不错，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我本来以为会下雨，结果现在还好，阴阴的，还不至于下雨。希望今天的一切顺利。